大家好，我是 ACIP 召集人李秉盈医生。全球 COVID-19 的疫情也是足紧张的，差不多有20%的人，若是感染到 COVID-19 的话，会出现严重的病症。若是去做 COVID-19 的预防下，雷弹产生保护力，减少感染、严重病症甲死亡的可能性。目前先予相关感染风险的医师人员甲防疫人员来自 COVID-19 的预防下，就会当帮助疫情的控制。若是大部分的人拢有做预防下，就会当有效的降低 COVID-19 的传播，予大家随时受到保护，拢会当安心的做工课甲生活。若是想要了解较侪 COVID-19 预防下的代志，请参详疾管署的网站。欢迎收看大时代，我是阿恒。今天是4月16号，礼拜五。那洪老师祝大家周末假期愉快。那今天台股又涨了82点，好、哦，这个礼拜指数是大涨创新高了哈、哦。我不知道你感觉是怎么样，好、哦，那也许你的感觉跟我的感觉一样，那我就告诉你，礼拜六、礼拜天犒赏一下自己，好、哦，想买什么？你就去买嘛，想吃什么你就去吃嘛，对吗？恁遐一只3000块买起来，提回去豆豆吃，豆豆喝，豆豆穿，不需要看价钱嘛？为什么？这礼拜大家都大赚嘛？你看指数今天开低震荡之后往上走 ，OK 的啦。OK 的啦，指数是不是大涨？还是在大涨，对不对？那你再看嘛，各类股你再看，这么多只涨停板，好啦，塑胶股大涨，对不对？纺织股大涨，玻璃股大涨，纸类股大涨，钢铁股并变股，你看，全部几乎都涨停板啊。对不对？航运股那更夸张啦，又全部又一排啦，又航海王啦。干嘛跟老师？干嘛参加老师？可你自己射飞镖都比我还厉害，信不信？来讲哎。但是如果说你买到一些不该买的股票，哎，那你会死，蛮难看咯。好，那我劝你礼拜六、礼拜天就好好的。反省一下你自己，为什么我的话你不听？好的坏的我都讲了，你这礼拜都大赚嘛，对不对？放假你就轻轻松松啊，记得犒赏自己。我觉得你不用什么什么、啊、对家人比较好、啊、对父母比较好，哎，公也好小的啦，对自己好一点，你要先会对自己好，你才会对你的家人好，对你的父母好，对不对？才会尊重老师，你懂我意思哦？有些人是抠抠毛毛的，哎，我舍不得啊，怎么样？你赚那么多钱干嘛啦？对不对？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是不是这样说的？所以我觉得礼拜六、礼拜天你就好好的犒赏一下自己，这样就好了。其他东西通通都不要想。好，下个月是母亲节了哈，我们今天。我假日啦哈，我再多给你50个名额，你要就来，不要就算了啊！不要在那边什么叽叽喳喳，什么你替你们儿子问的啊，替什么你女儿问的，还替你媳妇问的，那不要搞那一套啦哈！你如果要，你就自己来争取。好，助理每个人的名额都是有限制的，你哪辈你来给你套。好，我只是出一个好心说。因为下个月是母亲节，我希望说你就算要买礼物，也买一个像样的一点的礼物给你的
母亲，哦，啊那不爱，不爱就卖。你懂意思吗？有些人就说，哎，我看你节目就好啦，怎么样？无所谓啊，我也不会痛，对不对？你看节目就看节目啊，看节目是一回事嘛，对不对？有赚到钱又是另外一回事嘛。啊，看别人谈个，看别人谈，反正你个习惯了嘛，对不对？去年上市柜大赚，这个盘已经走到各类股都有机会大涨。我刚刚已经打给你看了，塑胶大涨，纸类大涨，玻璃大涨，纸类大涨，航运股大涨。这盘你会不会做？你会不会做？你有没有赚到钱啊？来买台积电是不是？来，我直接讲哈 ，Q2 不怎么样，他们自己说的哦。赴美投资，我跟你讲，稳赔不会赚。第一季的营收获利根本就不好，没有创新高嘛，就是不好。哦啊，之前喊涨价，什么晶圆片涨价，什么代工价格涨价，那就是骗人的，喊爽的。我直接拆穿，就是喊爽的。然后呢，股利也没有往上调升，所以呢，以现在610的价格哈，我觉得殖利率还相对低，1.6%，比债券的殖利率还低，所以不用买。我都讲结论哦，我都没有跟你讲什么模棱两可，这种股票就不值得你投资。你随便买个中钢大赚，随便买个华子大赚，随便买哦，长荣今天又喷出。今天万海还涨停板，那是不是随便买都比台积电好？对不对？那我都这样讲了，你还说老师那可不可以买联电？那不是一样的意思吗？是不是这样说的？带到的你不要去买，你要去买什么的啊？那何必呢？对不对？既然有这种症状，你就包纸尿布出门嘛，对不对？穿成人纸尿布出门嘛，何必这样子呢？对不对？让四周围的人都觉得很厌恶你。好，该讲的我讲了哈。今天他第三支跌停板，恭喜你了哈。你听我的话都有避开。好，一堆散户跟小白被割韭菜。那我跟你讲哦，还有一支被点名了，可能下礼拜启动，又是关门放狗。我绝对不会给你模棱两可。你今天看到我节目，你礼拜一早上都还来得及跑，就怕你不跑。好，你想知道的，等一下我们节目中场好有电话，你赶快打电话去问。好，今天我们买智威了，下午法说会还是刚刚发动而已了。那智威这档股票呢，前一波涨上来，这没有涨很多了，90几块涨到140，在这边做整理。在这边做整理的过程中，我看到的是投信一直在买，所以我觉得未来它会往上走。所以不好意思，我们今天先做买进。哦，你有参加我们 LINE 的人全部都知道，我们一大早是买这一档股票。哦，我们一大早是买这一档股票，所以你要很清楚哈，买的动机很简单，投信为什么买？好，他买在这里嘛，好，就是买在这里，就是跟我们的成本一样。好，他你这样对上来就知道哈。那这边压回，投信还在买哦，到昨天还在买，所以你要特别注意，这种股票就很有机会了。包含我们看好的，很多人还在猜哦，不知道在猜什么了哦。我直接写侧标给你看，你不要什么下个礼拜冲出去了，然后说什么啊，我老师我跟你讲，我本来哈想参考一下，参你个大头鬼啦！我直接哈开牌，通通不用猜，对不对？礼拜一的时候就是19.3，要不要买是在于你哦。这种低股价、今年有转机的股票，你要特别注意哦。面板本身产业面都是往上走，好、哦，长线的低档你自己看就知道了。这边压回之后，记得往上走的过程中你要跟上。好、哦，礼拜一图卡为证了哈。礼拜二加码涨停，礼拜三创新高压回再买。你不用急了哈，压回再买了哈，不用急。我只劝你，你要想一想老板在想什么，不是整天在那边猜说什么啊，老师啊，今天没有涨停板哈，啊，我觉得好难过，怎么样？股票不是你想象的那样，如果一档股票现在20块，它有机会涨到50块，甚至60块，
现在二十几块，还是起涨点附近，就是在发动，刚刚发动而已。那你有没有能力去一路爆到50块、60块？那要看你有没有那个命，对不对？你要赚大钱，也要有那个命啊，对不对？好标的给你没有用啊，很多人是赚不到的，对不对？很多人也会说，老师啊，你圆通这一波做的怎么样？我说不会怎么样啊，我这一波是28块介绍了，前一波是21块买的，再前一波是13.9块买的，有会员从13.9块报到今天还有40块，你觉得他有没有赚钱？人家还是一路赚啊，因为他们知道在老师的带领之下，不但中间的价差有做到，对不对？而且长线我们看到哪边，这我们很清楚啊。所以这种人会赚大钱，所以他会来参加会员。那你是什么样的心态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好，所以从头到尾要反问朱吉说：“哎，啊奇怪了啊，为什么人家礼拜六、礼拜天在好虾品吃好料的，对不对？啊，跟朋友在喝酒开杠。”对，叫小姐阿丽嘞，你搞不好还在加班嘛，还躲在电脑前面在想说，哎呀，哪一只会下礼拜会涨啊？哎呦，看老师这样讲吼，好像都有机会呢吼啊！你看吼，真的呢，塑胶大涨，纺织大涨，造纸大涨，玻璃大涨，对不对？钢铁大涨，吼，运输大涨啊，几乎都大涨啦。那请问一下买什么？请问一下买什么？乱买追标股，被人家关门放狗，然后还死不认错哦，还一堆人跑来跟我踢馆说，哎呀，我跟你说啦，哈哈啊，那个金利科怎么样，你是卖得掉是不是？带种了你就继续抱着嘛，不干我的事啊，他本来就没有资券，我们只是告诉你标太涨太多了，叫你避开，这样我们有错吗？我的出发点有错吗？我的消息有错吗？没有啊，被关门放狗的是这些小白嘛，是这些韭菜嘛，这些散户嘛，是不是？那你看不起我 OK 啊，那我拿出来就是事实。好，所以我跟你讲，你要特别注意一下，现在市场有点名有另外一只很高价，特别出大事啊！我先跟你讲哈，我怕我现在影响到其他人的财路，有人很多人的财路，但是我希望你避开。你想知道这一支、下一支被点名的，除了四星 KY、金利科之外，还有下一支，你想知道那下一支的？等一下我们进广告，你可以拨电话过来问，直接问助理，好不好？直接问 OK， 如果你没有嘴巴，那我就没办法了哦。我也不希望你的股票刚好被人家点名到哦，点名到你个皮要崩哎，有赚紧走哦。然后这个今天最后一天了，下礼拜没有，不要再打来闹了哦。今天假日再多给你50个名额，我们先进广告，再回来现场去。SBN 财经台，迈向新时代，888惊喜价，888惊喜价，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牛年一路旺到底。惊喜专线02-8511-3366，02-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Live 直播，定义上线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。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，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，也协助您实践梦想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
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，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。相信我们的专业，相信自己，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。相信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使用过的口罩不乱丢是基本的公德心。这位小姐说的没错，最近因为疫情的影响，很多人出门都会自备口罩，使用后的口罩不要乱丢。应该要像我这样，随手丢入垃圾桶。那口罩可以回收吗？用过的口罩不是资源回收物哦。随意丢弃口罩，可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告发，处以1200-6000元罚锾。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关心您。欢迎您再回来现场，投资朋友，今天指数又创了历史的新高了哈，那我替你高兴。好，那周末假期我还是告诉你比较实际一点的，好好犒赏你自己，想买什么就去买，想吃什么就去吃。哦，我也讲了，人生苦短呐，你不要想太多。好，送给你的你还不见得哦，给脸哦。就是买单嘛，送给你也不一定要嘛，那你就参考一下就好啦，没差，是不是？那你不能说啊，老师啊，你们买了股票怎么样的？哎，你也可以买股票啊，是不是？你自己不积极一点嘛，是不是来讲？哎，那有优惠你自己不去争取，那本来就是你个人的问题啊，根本就跟其他人没有关系嘛。要不然就是你争取失败，那你的话术太烂，对不对？你考仔那才卖 啊，你考仔卖我就没办法啊，人家就不愿意把优惠留给你嘛，因为每个助理他的优惠名额就固定而已，他也会挑啊，哦，谁口气比较好我就当然帮谁啊，是不是这样说的？你自己要加油啦哈，最近的融资余额也不太对啦哈，那你要看清楚最近的融资余额，像昨天哈，这是法人进出啦哈，像昨天也是增加了45亿啊，所以大盘在涨哦，融资也是一直在冲进来，哦，一直在冲进来，所以你要看清楚啦哈，啊，冲进来什么股票？那你也要看一下哈，像这个股票我已经点名了，都已经点名名字了，跟你讲为什么了，然后你我知道嘛，还是那一句话，一定有人因为这样子大赚嘛，但是一定会有人破产，因为它下来了，600变300啦，结束了没？啊，老师我跟你讲啊，非凡哦，有好几个老师都在讲，讲你个小朋友了，讲他们现在还敢讲吗？600变300了，他还敢讲吗？讲什么讲？他们真的懂股票、哦、他们真的懂股票吗？讲讲讲，我也会讲啊，讲讲下一支。我跟你讲哦，你知道以后你不要跟其他人讲，你就自己有的话赶快跑，你不用宣传，你紧走就对了，你紧走就对了啦，你知道就好，你紧走就对了，你也不要去放空，你也不要去放空、哦、我们做人做事就是这样，你就避开就好了，自己偷偷的跑、哦、啊，万一礼拜一真的关门放狗以后，偷偷的打电话给助理说谢谢哦，感恩啊，跟阿恒老师说谢谢，好，你给我减掉很多钱，那个只要一开始关门放狗就不会是一天，就一直关下去，小心一点啊，最好觉得我在随便讲讲，你如果拜他们出来，告诉你哦，你不要说什么什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那就是你命不好，明明就有人拉你一把，为什么你就要往火坑跳？这就是你命不好，其他的跟旁人无关了、啊，就是你命不好、啊哦、命不好的真的不要做股票，这种行情随便乱射飞镖都会涨停板，你为什么赚不到钱？你为什么赚不到钱？你这么多借口，
有些人真的，我觉得真的很多借口，什么借口都有啊！我吼，等我定存到期啦吼，啊，等我吼储不起，我再来买股票啦吼。政府现在在打房，你看不懂哦，真的很傻哎。威刚为什么可以涨？他持有长荣7800张，光账上获利快3亿啦！你会不会算账啊？长荣今天多少钱？长荣今天多少钱？64块，来，64.3块，它成本在这里，36块。他有没有叫交易所申报？有没有？他有说他卖了吗？也没有。所以你就不必看坏他嘛。你懂我意思哦？你股票你要看本质，本质到底是什么？什么叫做妖股？它的本质是什么？它拿出来什么东西？拿出来什么样的财报？那如果偏离本质的话，你要怎么做？对不对？又在人看的嘛，就是你像我说啊，我们长荣卖掉了，我也说卖掉它可能还会继续涨嘛。但是我们不是没有动作啊，对不对？今天航海王还是继续往上走啊，64.3块啊。但是你要去注意啊，我们最近不做航海王，我们做钢铁王哎。钢铁股比较弱吗？来，我切给你看，来，钢铁股比较弱吗？钢铁股有没有比较弱啦？你看哦。当我一笔一笔算出来的时候，会员无话可说。你是不是也无话可说？有啦有啦有啦，老师，每组扣讯的都有的就三次的，对不对？做完航海王，我要做钢铁王，哪三只？你都很看不起嘛，对不对？老师，阿华龙为什么都涨停板？华龙是不是破铜？钢铁股都在涨，连中钢都大涨，是不是烂铁？破铜烂铁，破铜烂铁，你很不爽，对不对？破铜烂铁，恁爸无咧卖啊！安尼听有无？哎呦，因为我航海王卖掉了，对不对？那我现在来收破铜烂铁啊！那你今天有没有看到破铜烂铁大涨？啊，有啦哈！你又知道了，你又有了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讲的第一桶你又有了，你真的又有了，金刚你又有了，中钢你也有，这么奇怪，威智你也有，啊，哪一只才是钢铁王？哪一只才是真正的钢铁王？跟着我来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你就不要看不起它是破铜烂铁嘛。有人哦随便买航运股，跟着我这一波赚了不知道多少钱，对不对？你也不去刷一下本子，是不是这样说啊？参加会员也没多少钱啊，口口毛毛免费你也不爱啊，叫你来试你也不爱，然后股票起起才会说啊，我早知道我就怎样，我跟你说啦，我运气不好啦。你就看嘛，中钢有没有涨啊？就不要我给你推荐，你看中钢有没有涨？这是领头羊，这是领头羊啦！啊是哦啊，他是领头羊，他1500亿，他都这样干了，你还看不懂行情吗？对不对？你还要买这个吗？你还要买这个是不是？还在赌它会不会打开嘛，对不对？还在搞啊！你看你融资昨天把人大卖5000张，结果呢融资还多了多少？1800张，对啊，融资要摊平嘛。我就跟你讲，后边还一大波嘞，你搁要落买嘛？那是我的问题吗？也不是啊，对不对？叫你不要碰金利科，跟你讲人家在出货，然后600现在变多少？600变300。600哎，这样几天而已，600变300，你觉得结束了？
底部上来涨了21倍，投资朋友，那个大户手上的股票根本就不用钱，早就都不用钱，他随便的压低出货，一直压压到你昏倒为止，压到他出光为止，你还要赌吗？还有一只被点名，你知不知道？你想不想知道？啊，老师，我想了，我想了，我等你节目讲再说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我就跟你讲了，你个较搞欠的啦吼，你个阿欠啊欠啊吼，铁公鸡啊，铁公鸡啊吼，无要紧啊，你家较加油的吼，我是不知道啦吼，你自己加油啦吼，怎么样都比华讯好，配息也比华讯好，打低之后人家外资带大买。谁用外资的户头去大买股票？你不要太天真哦！我有些东西我就点到为止，这样就好了。你不要太天真哦！你以为外资真的用外资的户头在买？不是，那都是业内在用外资的户头在买。这一支你避开了哈，下一支金利科，想知道的打电话问，好，直接问就好了哈。这一支下礼拜有好戏。哎、hey, ，你都卖掉了，我今天故意都不动它，我今天就是让你下车啊、哦！这个礼拜一就没有了，我礼拜六、礼拜天这两天我再多给你50个名额，你自己好好把握，自己跟助理争取。我跟你讲，请他听耶，嘴巴甜一点，人家机会就会留给你。助理大赚，我们下周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